各位记者朋友们好，今天的天气啊，我看香港还是挺热的，你们在这里等候啊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请你们转达我对香港广大市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。时隔九年啊，我再一次踏上香港这片土地，感到很高兴。香港啊，一直牵动着我的心。再过两天，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。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香港都是一件大事喜事。我和中央代表团这一次访港，此行啊，主要是三个目的。一是表示祝福，热烈祝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取得的巨大成就，祝愿，衷心的祝愿香港再创辉煌。二是体现支持。20年来，中央一直是香港的坚强后盾，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发展，改善民生。三是谋划未来了，我们愿同香港各界一道回顾香港20年来不平凡的历程，总结经验，展望未来，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。我期待着接下来啊，亲身感受香港这些年发展的新气象、新变化。我相信，通过在港的一系列活动，一定会增强我们发展香港、建设香港的信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